这是在烘炉里经过火炭熏烤24小时的腊肠，不过这还不是完成品。员工还得不断往烘炉里加火炭，让腊肠烘烤满72个小时才算大功告成。从处理生肉开始，到腌制、熏烤，一直到出炉，每一批腊肠的生产过程足足需要5天。炭烤腊肠是食品厂的特色产品，坚持使用天然肠衣制作而成。腊肠的销量在农历新年期间会比平时高出3倍以上。在新加坡，只有我们有制造这个天然肠衣的腊肠。天然肠衣的特色呢，它就是很薄。然后呢，它制造的时候需要插针，插针之后才能够吸取那个火炭味。创立于1993年的金桥食品，就是靠着一串又一串的腊肠起家。当时，王秋荣的父亲王端成看好加工食品在新加坡有发展的空间，因此便和正在从事腊肠制作的妹夫携手创立公司。公司从2005年开始陆续引进大型机器，提高生产力。目前，除了一些步骤仍然无法使用机器取代人力之外，工厂的生产线大部分已经自动化。这台是高温微波炉，就是从-18度的冰冻肉，在20分钟里面解冻为-4度左右。如果没有这个解冻炉，需要大概花36个小时才能够解冻到-4度。除了腊肠，工厂也陆续生产香肠和罐头食品，如午餐肉、红烧扣肉、东坡肉等等。2005年年产量是500吨，目前呢是2500吨，增长了大概5倍了。新加坡共有3间制造罐头食品的工厂，而当中2家就是金桥食品的，其中一间专门生产回教认证食品。罐头生产线是在2008年设立的。我们意识到国人对于食品安全啊、质量啊是一个重点，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，新加坡也面对了一些黑心产品的问题，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商机啦。工厂所使用的肉都是从农粮局批准的国家进口的，比如加拿大、美国、巴西和欧盟，但是他们所使用的铝罐却同市面上较常见海外进口的圆罐头不同。我们选择四方罐是因为它是环保罐，然后圆罐面对的问题是有时候铁罐会生锈，所以这个环保罐呢，就是会使质量更好。公司产量最高的是罐头午餐肉，每年生产大约1300吨，其中35%供应给本地市场，其余的则出口到海外。跟市场上的午餐肉相比，我们的午餐肉是比较注重质量，说我们是少盐，没有反式脂肪，没有麸质，也没有添加味精。去年冠病疫情爆发，本地对于罐头食品的需求量突然增加了大约30%，这却让公司面临不少挑战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的产品呢就是供不应求了，因为我们的操作员很多是外籍人士，说有些人他们选择回家，说有人手不足的状况。也因为如此，为了应付订单，公司在疫情危机高峰期只好暂停制作销量较少的产品，而全力专注于生产罐头午餐肉，
但是他们还面对另一波的问题，就是罐头库存紧张。由于他们所使用的铝罐全是从韩国进口的，因此运输如果稍有拖延，生产线便深受影响。在这个疫情期间，我们也意识到说这个原材料的安排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我们都会给供应商一年一季的量，就可能会找多一两家供应商一起配合。进入后官病时代，他们的生产线已经逐渐恢复正常。以往公司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口味，不时会尝试推出新颖和受欢迎的风味，比如西式和麻辣风味的午餐肉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的研发组也是有继续的研发，只是说在零售业方面他们暂停新的产品进入。那么我们未来的计划呢，就是走向国际。公司一路来坚持在本地设立生产线，尽管面对市场价格的竞争力，但是这能让他们更好地控制产品的品质、质量跟这个食品安全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呢保持着一定的水准，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支持者会一样的支持我们的产品。